能将它发挥到何等地步，还得看你这个持有者如何使用它。那我可以借着此地的地下寒气，一举突破这造化境大成。小子，莫要操之过急。啊，虽说你凭借着吞噬祖父的炼化之力，短时间内便从造气境突破至半步造化境，但别忘记，你的元丹也是有极限的。若是急于求成，说不定你会因元丹炸裂而亡。什么？像祖父这等天地神物，更是需要谨慎使用。若是掌握不好分寸，只会将自己反噬。雕爷我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明白吗，小子？嗯，明白了。我们加紧离开此地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鬼地方。哎，快了，待宗主将灵动的妖兽炼制成兽鬼，我们就不用守在这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到时候那只畜生便会帮宗主找到灵动的尸体。那样的话，宗主便能找回至宝了。什么人？你是灵动？说，你们把小炎怎么了？他已经被宗主抓住，带回阴鬼宗了。感谢各位今日赏脸光临，今日请各位前来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大荒郡是大炎王朝第一大郡，但我们各宗各派的实力地位都远逊于四大宗族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。如果我们能联合起来，绝对足以跟四大宗族平起平坐。藤刹宗主言之有理，我们大荒郡早该联合起来了。说得不错，傲荒门愿意追随藤刹宗主共缔盟约，我们也愿意加入。龙腾加入，披风帮也加入，开天宗也愿意结盟。我也加入，我也加入。那是灵动的坐骑。各位对这畜生并不陌生吧？今日老夫要将他炼制成兽鬼。他是想借那妖兽寻回被灵动夺走的至宝。若是藤刹寻回那至宝，吞并我们大魔门是迟早的事。在老夫寻回至宝之时，也是我大荒郡崛起之日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差。嗯。那小子居然还活着。灵动，你竟敢对小炎动手。灵动，想不到你既能从玄阴剑活着出来，倒是省得我用这畜生去找你。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哼，狂妄的家伙，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我便让你有来无回。嗜血魔臂。神力能达到这等境界，曹镇长老，宗主救我！宗主，什么？曹镇竟然……想不到这半年时间，
林动的实力变得如此恐怖？曹镇长老，林动，你竟敢杀我宗的门人！大荒郡所有宗派，诛杀此人！诸位，今日之事是我林动与阴魁宗的恩怨，和在场的其他人无关。但若是有人要站出来与阴魁宗一起，那曹镇就是你们的结果。那林动的实力太惊人了吧？怎么办？曹镇可是半途道化的强者，这林动一招就……阴魁宗的恩怨与我们大魔门无关，五盟也不会参与。我们也不参与。喂，这跟我们也没关系吧？我们也退下了。哼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老夫便亲自解决你，造化青山。什么？天灵秘法，四气合一，造化山壁。时辰已到，准备破除至宝封印。是是。我的本命灵符发出了极强的感应。那就对了，那个就是祖符。祖符就在眼前了。不久阴魔玄阵。是。开阵。他们是想利用冲日之象引动地煞寒气来冲破祖父封印。阴血眼，小公主，您这是……马老，我似乎感应到一丝极其怪异的元力波动。小公主的元力感应着实是敏锐，是否需要属下前去调查一番？不必了，马老，这丝波动转瞬即逝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属下遵命。马老，那里可是天岩山？不错，当年少公主正是在那天岩古墓中获得涅槃心，深受公主的赞赏。少公主是否想要故地重游一番？属下们可陪同您一起前往。青竹姑娘，你是我的。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马老，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要紧，我们走吧。是。
我们走。是是是。威力着实强大，不知祖符的封印如何了。成功了！我阴魁宗必将横扫整个大燕王朝。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不好，等等，小子！是那位黑瞳前辈，祖符的封印必然不会那么简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未得认可者与符无缘。哼，纵使你生前再强，如今也只是一道残影而已。所有阴魁宗弟子，将此残影打散。是。怎么回事？都被吸干了，宗主，这至宝的力量太过诡异。宗主，此时还需从长计议。那是什么力量？死亡之力。想不到那黑瞳老人仅是一道残影，便已强到这等地步。死亡之力，哼哼，那等掌控生死的力量，还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的，或许以后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的地步吧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有人偷袭我宗？爸，有人偷袭！藤岔，想不到你阴魁宗竟然还藏着这等宝贝。木雷。是大魔门的人，看来他们早就盯上阴魁宗了。这下夺取祖符就更麻烦了。穆雷，你们大魔门竟敢到我阴魁宗来夺宝，哼，怕是有些不自量力吧。藤岔，这宝物你阴魁宗显然无法处理。穆雷宗主说的不错。藤岔兄，此等至宝着实不该由你一人独占吧，不如我们一起研究如何。宗，想不到你也来这里凑热闹。藤岔兄，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很难不引人注意啊。我们可都很好奇这至宝到底是何物。哼，你们敢！所有阴魁宗弟子，谁敢沾染我阴魁宗之物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哼，大荒郡的三大宗派都到齐了。
芊芊，一会儿开战，你直接去夺取那宝物。是，爹。宗夺宝可没那么容易。那是阴魁宗的两尊高等符魁。小姐，交给我们便是。有劳两位长老了。我有五盟弟子全力夺取之宝。是。想不到阴魁宗却还有两尊高等符魁，这样战斗力不愧是大皇军第一宗派。那大魔门和五盟的几位长老至少也都是造化境强者，要夺取祖符这还是更加困难了。小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再等等，总会有机会的。看来这些年两位的实力没有丝毫精进。无极玄体，火影力，死吧！不好意思，领先两位一步。不久之前，我已突破至造化境大成。混账！布雷、武宗，现如今你们可还想动手？藤叉，你的实力的确有些出乎我们意料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你也无法破除那至宝的封印。两位，老夫倒是有个提议，集合我们三个门派的强者一起破除至宝封印如何？若你们真能帮我解开封印，我愿与两位共享宝物。此话当真？那是自然。好，我五盟愿意出一份力。穆雷宗主如何呀？还望藤岔宗主说到做到。当然。九位造化境强者，想不到竟能见识到这等阵仗，竟是集结了九位造化境强者，这等实力必然能破除那至宝的封印。
大荒军三大宗族竟会有联手。是啊，这么多造化境强者，放眼大元王朝都是少见吧。各位准备破风。是是是。阴魁宗撒野，那是林动那小子。